Amazing! Amazing！你们有没有听到？Amazing！哦，金牌哎！哎呦，我的飞行技巧越来越高超了哦，从银牌、银牌、金牌哦，越来越高超了哦。教练很吵，吐死了有没有？吐很大。这次要什么？低飞哦。哎，我们刚刚没看他，没看他怎么？我们刚刚没看他讲解第一飞是什么东西，我基本练习已经结束了，是不是？第一飞，哦，咚，哦，维持侧飞，侧飞，哎，哦，我刚刚还在侧飞，哦，我不要再侧飞了啦，哦，坠机坠机，我不要再侧飞了，我刚刚好像按到侧飞，是不是？我不要再侧飞了啊！一次金牌就够了，干嘛侧飞？不要再侧飞了，终于拿金牌了。哎，我不要侧飞，我按错了，我要按叉叉才对。好了，赶快起来啦！赶快起来啦！啊，坠落了。哎，这样还没有坏掉。再来一次啊！我要重新啦。我刚刚按到了，我不要侧飞了，我已经飞过侧飞了。来啦，挑战下一个了，不要再安全圈了，我要挑战下一个。哎嘿，哦吼，低飞，我们要来低飞啦。哦，不要影响我，再侧飞不需要了啦，做过的事情不用再做。哦，我们已经脱离新手时期，有没有？慢慢一步步步向低飞。哦吼，低飞要绕着港口。绕着港口是不是？哦吼，做出一些急弯，哦哟，越来越高级喽，越来越高级喽，噔噔噔，来了，Go，雷米 Go，金牌要2分钟就可以金牌嘞，这么低哦，会不会太低呀？你看这个检查点有够低的。好啦，Play Play，喂，有一个，第一个检查点，真的很低耶，两个，这些检查点超低的，喂，三个，呜呼，海风好大哦，外面海面大，夹感冒，脑损，哎，没有飞到，啊，没希望了，降低你的最大高度，我们再绕一圈呢，哎，飞过头了。飞过头了啊！飞机飞得太高，刚刚那一个没有撞到，第二个没有撞到，再来一次啊！低飞，他们不喜欢我们飞这么高，要考验飞行技巧就是要低飞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呼呼呼，play，我们来 play 了，低飞。哟，哦吼，噔噔噔，漏掉一个哦，漏掉检查点其实也可以耶，他只是说会有时间惩罚而已耶，害我这么紧张，我以为漏掉就不会过关呢，原来只是时间惩罚而已，不要怕，不要怕啊，时间惩罚没在怕的啦，好啦，现在有风，有侧风，哦，没问题哦，没问题哦，这次操控的比较好一点。没问题啊，一直飞，一直飞。哦，看起来很棒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要开到港口了，那个才是挑战的开始。哎呦，紧张哦，保持下去。喂，喂，呜，这我有 miss 掉这一个检查点吗？不知道。喂，有，呜呼，低飞，低飞，小心一点。哦，这趟旅程看起来好棒哦！有，做得好，做得好啊，就像教科书一样这么做，飞行教科书就是这么写的，就是这样，喂，呜呼，飞行教科书，哦，要撞到了，飞行教科书，
没有啦，现在不教科书了啦。哦，看起来很棒，哪里棒啦？我都要撞到东西了。哦，哦，开出来了。哦，开出港湾了。喂喂喂，哦，小心小心小心，慢慢开慢慢开。哦，哦哦哦，有了有了有了。我开出港湾了。哦哦哦，侧飞的技巧。哦，导正导正。哎，哦，有有有有有，没事没事。哦，我回来了回来了，啊，银牌回来了。嗯，我拿了银牌回家了，银牌啦，银牌我很满足了啦，等一下就要铜牌了。飞太久了，要铜牌了。哦，银牌，银牌，哦哦哦，没有坠机，没有 miss， 有了，应该有 miss 一两个，不然应该要金牌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好恐怖哦，第一飞，哦，各种惊险，我也这么觉得，各种惊险。触地是什么东西？让飞机降落在乡间的桥上。触地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哎呦！哦，触地耶，越来越困难了。触地是什么？我刚刚有应该有 miss 一两个啦，所以才没有。喂、欸，要降落在乡间桥上哎，要迫降是不是？哦，记得空中要结束。哦，触地，这个就叫触地是不是？飞机有教学录影带。要触地了，我们要触地了。啊，噔噔，在空中刹车会比较好一点。雷达检查点，我们要降落在那个桥上。喂，过了检查点，刹车刹车刹车，越靠近要减速。Slow down。呜，快点减速啊！减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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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呜呜呜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还有进步空间，触地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样算成功哦？这样算成功？哎、欸，我以为失败了，我撞到那个哎、欸、电线杆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个我不开心，这个要再来一次好不好？这个再一次，飞机种类也太多了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哎呦，哦，其实我们可以用其他的那个啊，其他的模式。呜呼，飞过检查点，刚刚有点莫名其妙，然后就拿到铜牌，莫名其妙哎、欸，真的是有点莫名其妙，我是这么觉得啦。开始减速。喂、欸、喂、欸，塔起档，哦，塔起档，呜呼呼，呜呼呼，呜呼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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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欸，这样就算成功了。啊，算了啦算了啦算了啦，不要了啦。这样就成功了，翻跟斗啦齁、哦。学会如何翻跟斗好不好，我们学完这个课程啊，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实况齁、哦。我们要一系列的课程，今天就来翻跟斗。怎么样翻跟斗？翻跟斗会让人失去方向，在压力的表现。吉拉、哦、没问题哦，翻跟斗，翻跟斗不是问题好不好，翻跟斗我常在翻好不好，翻完就坠机、嗯、不用降落直接跳机就好了，这么赞哦，这个建议不错耶，我喜欢。飞向第一个检查点，那有什么问题，我飞过来了，嗯，直直的朝检查点飞过去。好了好了，确定了啦，确定了啦，翻跟斗啦。哦，我翻跟斗了，翻了一圈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内翻，我刚刚不是已经翻一圈了？真是麻烦呢、欸，还要再翻第二次是不是？哦，再来一次。要等你在那边讲屁话是不是？要等你讲屁话，还要再等你讲屁话？哦，我刚刚太早翻第一圈了，浪费我的时间。翻跟斗有什么好难的？
什么东西要外翻吗？他在讲什么啦？讲什么？要做什么？哦，翻到一半上下颠倒是不是？你看我听他讲屁话就已经时间就到啦、啊、哦，转半圈，嗯，哎、欸，转半圈，结果我，哎、欸，再回到正常状态，我听不太懂这一他最后一个要干什么，他最后一个到底要我干什么？看一下哦。转半圈，转到半圈之后，反正，哎、欸，不是哦，哎、欸，转半圈，转半圈，转到半圈之后嘞，我不知道他最后一个要干什么，最后一个要干什么，最后一个要干什么？其实我不太懂哎，他就是要我转，然后嘞。失速下降，我看不太懂他要我做什么。好啦，先坠落啦，先坠落，先去坠落，滚筒先坠落啦，先坠落再说。我再看一次好不好？我实在不太了解他第三个要我做什么，翻到一半，然后嘞，然后要做什么？你要等一下右下角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要翻到一半哦，要在空中停留是不是？好了好了，先再来一次，我再看一下那个教练，那个屁教练有什么话要讲，真的一堆屁，一堆屁话。到最上面的时候要上下颠倒是不是？哦，我滚到上面的时候要上下颠倒是不是？我现在是飞机啊，听我的命令。好了，来了，先来一个内翻、嗯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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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内翻没问题，嗯，内翻完了，再来一次啊，啊，稳住了，稳住了，稳住了，哦，再翻 ，inside blue， 再翻一个内翻。我在失速下降了，有没有？不要害怕啦，啊，没问题啦。啊，我们可以再教你一个特技动作，结合内翻和翻跟斗滚筒动作，但只转到一半，等你上下颠倒的时候再翻过来。好了好了，这样子吗？欸，看来不是啊，看来不是这样，看来不是这样。哦，哎，转超过了，哎，再来一次。哎，我们要转一圈的时候，他是要我转半圈，然后在上面翻滚，转半圈的时候在一半的时候翻滚啊。哦，我终于有点懂了，那我就先转半圈，然后在这边翻滚，哎，超过了，嗯，要撞了，低空飞过，嗯，没事情，哎，不是很成功，从头再来一次，哎，转半圈，啊，转半圈，哎，转到哪里去了？你转到哪里去了？转半圈，喂，空中翻滚，哦，空中翻滚失败，真麻烦，这个判定，喂，所以就是要太阳，有太阳的时候，哎，我还是不太了解，什么？你要先转半圈上大天一套，再等他的指示是不是？有啊，我都用，等一下。我明明就在转半圈，来啦，要转半圈哦，到最上面，哎、欸，侧风把我吹掉了是不是？再一次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很成功，保持这个姿势，哎哎哎，要等他讲屁话哦，每一次都要等。